什么像《月光爱人》有没有致敬 Coco 的意味？我觉得来到香港又是跟谭盾老师一起合作，我就一直觉得我们能不能够唱这首歌，所以我觉得有我跟你说，其实来之前周深也说能不能有一个特殊的版本，我们就找那个版本，有那个录音的版本，里面有 Coco 的声音。对，他说其实也大家都喜欢 Coco， 也很怀念 Coco。我是觉得当时我们录音的时候 ，Coco 也是一个非常不知疲倦、非常刻苦的一位艺术家吧，所以他是香港的骄傲，也是中国艺人的包括艺术家的骄傲。所以周深一来到这里就一直在谈说，咱们就演这首，能够跟周深小弟弟一起，我们跟着香港的音乐家们一起，通过这个作品可以走向世界，把香港的音乐通过声音的河流来流遍世界各地。